我的家乡是吉西山嘛，那边现在就是刚结束，新疆这边就是昨天晚上这个2点多地震了嘛，昨天就是地震以后他们就已经出发了，出发以后那边留了一部人，然后就一部人就回来了。你们都拼死拼活的这个地震的时候都去一线地方了嘛，我们去不了，只能就是所以微薄之力嘛。